一个人把幸福快乐握在自己的手里，这才是保险的。靠别人给你，那别人如果说疏忽了呢？那别人如果说自己也不开心呢？别人怎么给你快乐，怎么给你开心呢？所以每个人这一生最重要的能力排在第一号的，不是工作能力，是让自己快乐的能力。因为如果说你不具备让自己快乐的能力，大家想想看，人不快乐的时候智力状态也不好啊，不快乐的时候通常来讲也没有智慧啊。啊，你说那别人让我快乐，我不就快乐吗？咱刚才就说了，指望着别人让你快乐，这事儿不保险。你只有自己口袋里边带着粮食，饿的时候才随时可以拿出来就吃。如果在别人那里，那就这就不一定了。所以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儿，不能靠别人，要靠自己。一定要把这个作为一条非常重要的信念，不管是作为男人还是作为女人来说，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念头。从此你的生命中就会有一种无穷的能量，就是我们的快乐不能依靠别人给我们。同样，别人让我们不开心，也不能让他得逞。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如此。